发财了。这种好料还有的变现啊，其他的话他想变现的话，我都觉得皮扒掉了可能就没有这种效果，这种扒掉了就凉凉了啊。这么多，这个也要切啊，你看看这料子怎么样，这个神仙叉啊，这个云南土特产，有没有行情啊？应该还可以吧，买的不贵就可以。这块行情大大的，那应该就这块，这块看的我都流口水，一点东西，这块哈，其他的一般般。这块如果卖的话，你能卖多少？不好估价。好估价。不便宜。不便宜，这绝对不便宜。卖的话，你如果去拿，你这个去卖的话，人家估计跟他说，哇，这挖个大大面都不得了了。对。这个如果你去，就是你去市场拿料子的话，还多少钱？几千块比较合理的。到底是几千？这个不好估价。五千你愿意不愿意买？五千要考虑一下，这个裂不少啊。三千呢？三千会买来玩一玩。买来玩一玩，不是买来赚钱的。哇，这块换来换的我都喜欢。他说要变现，但是又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价格。你觉得扒皮的好还是不扒皮好？不扒好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。东西太迷了，没毒性，他也不会玩的。这块直接放中间那里去打打架了。那这块呢？你这要不要放？可以放过去，因为这个东西，毒性太大了、啊。对对，有毒性。你如果价格留得太高的话，没意思。这边高手太多了。这个放过去放多少比较合适？两万。两万多。两万估计凉凉了。一万。一万可能都不好说。这两块丢到中介去，我跟他说一下吧。就直接给你放在中介去，你看你要卖多少钱，你给我说一下，我帮你拿去放中介啊。这个应该要先扒一下皮啊。对啊，要扒皮啊，肯定要扒皮啊。直接切嘛，不剥一下皮啊？啊，切一下嘛，沿着脸给他来一刀。来一刀很明了是吧？是啊。不要切歪嘛。那不会。你亲自上刀啊，大师你看亲自上刀，熊还可以啊，可以留部位不粗啊，可以留货呀、啊。就看是吧？继续，大师加油啊！加油，大师！这个感觉变种了，凉凉了，有点凉了。但是这上面肯定可以做一件货的，回头给这边再来一刀嘛啊！现在看已经就没什么了啊，对呀、啊。这上面这个底色还不错，还可以啊。对，这没有一定功力，切不了这么平整。还有一块了，还有一块。哇，发财了！应该没什么搞头吧？来了。兄弟，你这个做货太差了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这本来是最有希望变现的一期，结果我来切干了就垮了，不能切。还有一点点希望，有希望吗？这个还有希望吗？有种吗？这边有种啊，有种，但是太粗了，这里太裂了。嗯，这个剑倒是不少哈，裂挺多的，至少不是那种大理石是吧？对。猫哥啊，哎，这两块还有点希望啊，不算太凉啊。老哥啊，这一块也是差不多啊，也要凉凉了。这个下面都变种了。对，下面变种了，就上面这一块可能可以用一下。变了。一个两万，一个一万，如何，老哥？哇塞，这个他要卖两万，这个要一万。哥，你那可能有点高啊。
你放这么高，那个中介估计会把你轰出来啊！我操，他不给你卖了，那回去过年吧。他说，哎，难啊，看来不便宜买了。这块也蛮贵，同一个老板的。老板有钱赞助我买一台威士忌啊！机器一箱还有机会黄金管理。对，这一块如果拿去卖能卖到吗？要几千块。几千块啊？这块是真脆的啊。这个方式来做不了，起胶啊，胶感十足啊。这直接把皮剥了。越切心越凉，同时摇。哎呀，这个下面都没什么部位啊。那个我感觉没做的必要。这块我，你看这开窗是开的真好啊，水路开出来，这里。太牛逼了！OK， 不得不说他们的开窗手段确实是好的，他把最好的这个位置开出来，然后底下的话就亮亮了，底下都变种了。变种。这块就这个部位啊，这确实都是开窗都是开最好的，就是裂有点多，太多裂了啊。那今天这个变现之路就已经凉了一半了，剩两块啊，没开窗的还活着，其他的都凉了一半了，那完了，凉凉了。你先放一放吧，放一放吧。因为中介的人，去看中介料的人就很少看这种料了。